天鼻子有点塞住了，可是啊，鼻子塞住的话，如果喉咙还是可以唱歌，鼻子塞住的话很好呀，又有鼻音嘛，鼻音有些人喜欢听鼻音啊，所以我就唱啊、一首歌，一首歌应该是动力火车的歌是吗？可能动力火车的当，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吗？当当这个歌啊，以前我喜欢《还珠格格》，有一位姑娘，她有一点。他有点任性，他还有一点嚣张啊！《还珠格格》的戏的一个 主题曲当啊，现在我唱给你们听啊。那个 TikTok 可以有十分钟，我现在在路上，会有滴滴咚咚的声音啊，不好，我转过去我才唱 啊！你们要期待啊，我要期待啊！不要走开啊，不要走开。转右先，转右我就唱，啊，我转右我就唱啊，啊，我不是一面啊，驾驶一面用手机啊，停了下来的时候我才开啊，啊，不要抓我，不要抓我啊 ，OK， 我可以唱了，应该因为没有滴滴咚咚了啦 ，OK，OK，ready， 没有 music 啦，我清唱，三、二，当上风没有棱角的时候。地球不再转动，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，花草树木全部凋场，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，不能和你分散。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生繁华。归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生繁华。归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。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，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生繁华。归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哇，我发现了，我唱歌啊，哇，有很多层啊，看很多层啊，当然但是说我要先瘦下来啊，帅帅唱歌啊会比较好啦啊，现在丑丑唱歌，也希望大家关注啊，订阅我，喜欢我，点赞啊，让我能够的更加的进步，更加的学习更多的歌，唱给更多的人听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再会，我是自信。